交俾集前同事，苗姓27，可爱宝等埋，全部马匹准备投当六场再试三班，千六米，十一大热。好，一开闸嘅时候啦，前面快嘅马咧，咁啊中间位置有福爱宝啦，咁啊内栏美丽宝宝啦，中间橙心精彩飞动，外边电脑二号啊，咁啊第五位内栏，咁啊有呢只陨妙星啊。中档的位置有佳之武士，咁啊顶翻住嗰只咧就马索尔，马索尔出就好快噶。但系响个尾五位置，咁啊白鼻姑咧就系嗰只福威盛啊。尾四内栏黑马王子后边三只有势必跑啦，佳运来啦，可爱宝咧就暂时垫后噶。好啦，接近呢个1000米嘅段处啦，前面美丽宝宝咧就放头啦，跟住第二位系精彩飞动啊，再后边嘅第三位就系呢只陨妙星啦，咁啊外边第四位咧一路兜出边噶，嗰只咧就电路二号嚟噶。再后边嘅第五位啦，黄衫中档咧，咁啊仲有呢只福爱宝啦，后多少佳之武士啊，内栏浅蓝衫，咁啊潘顿，咁啊第七位响佢出边红黑直间衫马索尔啊，潘顿同莫雷拉已经喺隔篱噶啦。后面的五隻黑马王子白鼻箍是福威盛的中一中的马，后面的马呢先有势必跑啦，内栏尾二可爱宝包尾是佳运来啊。好啦，入正最后直路，美丽宝宝是占先的啦，跟住后面有这隻呢就陨妙星移出来中档追的啦，大爱档马索尔亦都上紧嚟，中档位置有福爱宝，后多少呢先见到呢仲有福威盛入面的佳之武士那些马，斗到嚟最后200多米啦，马索尔呢就在外面数入去的马有福爱宝、陨妙星、内栏美丽宝宝，外边咧仲有一只福威盛，接近中啲马索尔赢啊，跑第二名嘅马咧，咁啊外边冚上嚟咧就系呢只福威盛，咁啊再数入去咧，仲有福爱宝、陨妙星、内栏美丽宝宝啊，咁啊结果呢场赛事呢只马索尔出就好快噶，但系慢慢跟下跟下咧就走翻个二搭嘅交位，被动嘅位置入弯踩油发力上嚟，结果赢马跑第二名嘅近啦，咁啊有十号呢只福威盛啦，数入去陨妙星啦。内栏美丽宝宝较为涉张咧，就二号嗰只福爱宝啊，六号马索尔啊，咁啊莫雷拉，咁啊最后轻松取胜啦。第二名接近，出边有福威盛，中间陨妙星，第四一似乎系美丽宝宝啦。二三名影相嘅莫雷拉又追翻一场先，7.5倍啊，最后啊。好，我哋睇下预计派彩啦。跑第一名六号嘅马索尔独赢派75.5，位置派24.5。跑第二名十号福威盛，位置派31.5。跑第三名十一号陨妙星，位置派12元。连赢位六搭十派741.5。三重彩六号、十号、十一号顺序派4934元，单贴派435元。位置 Q 六搭十派192.5，六搭十一派34元，十搭十一派79元。跑第四名系1号嘅美丽宝宝。睇翻第二名张相啦，咁啊见到十号嘅福威盛啊，啱啱掉咗落去呢只冷门马，700几蚊 Q 啊，
第三名啦，咁啊，里边嗰对啊争啊三四啊，尹妙星啊第三啦，美丽宝宝睇个反镜见到啦，未到线啊，咁啊跑第四。好啦，咁啊，终于都试嚟试去都打开城门啦，呢只马索尔啊。莫雷拉蔡约翰，莫雷拉今日啊起个孖啦，而家暂时系2-2啊，同潘顿今日。嗯。即系都系拉唔翻近个距离啊。同主因嘅就奥斯卡啦，第七场嘅杯赛啊，上届冠军啊，系啦，暂时好热啊，两倍嘅啫。好，咁啊，见到影翻张相先啦，莫雷拉、蔡约翰。3-1的预计派彩啦，胜出组合 A2 隔夜半热门派29.5。四连环预计派彩1号、6号、10号、11号派587元。四重彩预计派彩6号、10号、11号、1号顺序派21,451元。翻嚟福榜啦，见到莫雷拉。都贏得幾清脆嘅，二三四啊，合上合落啦，三隻馬講啲運啦。好啦，起步啦，咁啊，佳之武士出閘就唔係咁爽喎嚇。另外，可愛寶都係慢咗少少嘅。前邊位置啦，咁啊，隻馬出出嚟都唔係好想帶啊，因為都大家可能都預嗰只一咧會放啦，的而且確都係佢會先走先嘅。出邊咧就係嗰只精彩飛動啊，拍住佢啦。咁啊，開邊咧黃色衫就係電路二號啦。馬林嘅中間另一隻黃衫就福愛寶，貼欄就尹妙星啦。第六位嗰只就馬索爾入邊啦，就係嗰只佳之武士啊，一路吊住佢跑啦。後邊就黑馬王子福威勝啦。尾三位置勢必跑，尾二位置佳運來貼欄，包尾咧就可愛寶。咁啊，头两段步速咧就中间偏慢嘅，咁系转弯嗰段咧就明显加快好多噶，嗰段都比标准快咗几多下，都有八线咁多嘅。咁啊，美丽宝宝咁啊，今日步速就唔系认真猛啦，所以就表现只可以讲恰可啊，都系中间近咗堆嘅啫。运妙星今日因应档位咧就跟住个黄金包厢位，一路都好早望到空冲嘅。咁啊，莫雷拉就依家喺中间嗰阵啦，今日都出闸顺利翻。潘顿就刻意等外栏捐，但系今日又好似唔好爆得啫喎。反而福威胜咧就掟得出去大外档，一鼓作气咧都越追越劲。都有啲惊喜啊！换一换个跑法，福威胜。可爱宝呢度就马林冇乜位，细必跑今日就冇上次追得咁好嘅。福爱宝又叫做追翻近啲啦吓。因为电路二号都系一路打一路闪啊，黄生个笔。好啦，第六场福榜完毕，派彩作实啦。位置 Q 6-10派192.5，6-11派34元，10-11派79元。组合独赢3-1胜出组合 A 二隔夜半热门派29.5。四连环一号、六号、十号、十一号派587元。四重彩六号、十号、十一号、一号顺序派21,451元。孖宝派彩头关8号、美军6号派281元，头关8号、美军10号、安慰奖派68.5。今日嘅三 T 咧系冇人选中胜出组合噶。咁三 T 嘅安慰奖啊，美关任何组合就派32,041元。咁啊，三 T 冇人中啦，所以咧又会超过566万嘅多宝彩金啊，会拨落去7月1号啊嘅三 T 彩池里面噶。咁啊，大家留意啦。分段時間頭段24秒87，第二段23秒46，第三段23秒1，末段22秒52，總時間1分33秒95。